跟在我身后。新城班院医学院附近出现数据化旁落泄露， MBCC 局长受伤，精神状态不稳定。根据他提供的证词，现场还有一名少女遇袭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在局长重返一线前，涅槃网络安全中心将持续分析追踪，协助危机管理局 FAC 共同推进调查行动。妈，明天不回去了，紧急加班。放心，不危险，我自己申请的。没有，没被人欺负，他们不敢，还得付我四倍工资。回头给你和爸买礼物。
救我！他们来了。NBCC 出现紧急情况，局长办公室附近有大量污染溢出，数据类型跟白天星城袭击一致，渗透性极强。管理局先顶上，那么多禁闭者，先把他们的局长救出来，我还马上就到。局长他，那个局长不见了，凭空消失了。凭空消失。哎呀，这才过去多久，又出乱子，真好，是从没见过的异常状态呀。